么细节？这个管子是圆的，啊，刚才有点瓢了，是吗？特别啊，对我刚才的腿就这么上去了，管子慢慢就小了。哎，说实话，害不害怕在上边？害怕，特别害怕。我看到，我看看脑门来。没有汗是吧？哎呦，当我吓出一身冷。没有，我刚才也注意到了，他在上面挺紧张，看着好像很淡定，死死的抓住蓝广平的头发呀！哎呀，我的天！我跟你说呀，朋友们，蓝广平出来的时候是平头啊，现在都撅起来了。不是，广平哥，跟大家说说这个节目演的多吗？你平时？其实原来蓝广平的头发比你少年，他哎，对，以前我头发真的很多很多，我每一天的演出一，有时候放点那个花椒的时候。一抓就很容易脱，花椒，头发就是很容易这个滑，很容易入味儿。不是，因为你放多了，这个稍微有时候一扯就头发容易掉，而且还有观众就他今天扯你了，他今天扯你了吗？没有，他挺斯文的，很斯文的，是不是给你做了一下简单的头疗？头疗。好了，谢谢姑娘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。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平衡轻功。对，轻功都给忘了。对，他这个咱折腾这么半天跟轻功没关系是不是？不是，他是技艺太高超了，咱都精彩的都忘了。四个鸡蛋呢，在一块虽然说能增加一些重量，但是一个人的重量加上自由落体的重量，肯定是要很大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一次。尝试。哦，成功了，他都碎掉了。好了，刚才蓝广平给我展示了一下修睿，如果说这么蹦的话，会产生的后果。对，这表演的是重功。对，重他压根儿就蹦不上去。所以说，四个鸡蛋全破掉了。接下来啊，蓝广平进行真正的尝试。好，挺重。加油！加油！斤的重量，看看能不能鸡蛋能不能 OK， 挺重，哇哇，也希望你经常到我们家都有心来串门来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来好，谢谢。